喽，十点钟准时上线。今天我好兴奋哦，我今天要来玩这个直播，玩这个电动玩具的串流，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上去了呀？我今天有叫几个老师上来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来帮我看一下咯，是不是正常的？我来看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先到这个画面。前阵子啊，我们就是在家嘛，因为疫情的时候，所以大家有时候有课没办法上啊，或是就是以线上课程为主。后来刘老师就开始研究这个 OBS 的串流软体，就发现很多好好玩的，而且它功能超强的。我终于 有一点点搞懂啦，虽然还没有很擅长。后来我就那天想说，在疫情家里除了上课、备课、写教案、写一些线上课程，我想是不是应该可以来玩一些好玩的事，因为真的时间突然变得好多。那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来玩一下，因为我们公司前阵子做了 APP 嘛，所以 APP 把它完成之后，那我想说，可以来做一点什么其他的事情啊之类的。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接触到 APP， 所以我就开始在 APP 上面找一些，因为我们自己申请一个APP 名字叫 AIR 空姐学员，那我在想说，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something related to flight attendant 这样子？应该是有成功可以串流，可是没有，应该有看到我啦，有四个同学上线 ，Hello， 大家喜不喜欢刘老师今天做这个电动玩具串流？喜欢的给我打一。喜欢的帮我打个一。刘老师有没有别出心裁？因为真的是太闷了，在疫情的时候就很无聊，因为看不到学生嘛，然后就是在网络上就写写教案啦，跟老师讨论一下还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，对不对？总不能，对不对？就是坐以待毙嘛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淹水的人不危险，一直待在水里的人才危险，对不对？这个讲的蛮有道理的，就是你快要被淹死了，所以淹死不可怕，是待在水里才可怕。对，已经淹水的人要记得要赶快滑，对不对？不滑的话，待在水里准死啊。所以刘老师就赶快啊，对不对？看看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帮助老师啊、学生们，可以用一些最好的方式来继续对这个行业保持一些热情，同时也就是让很多老师的课程也继续可以在线上，可以有很多同学的支持，这样子。那后来因为前面刚刘老师讲过，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了那个 APP 嘛，那我在想说，好吧，那 APP 我就打 flight attendant 就打进去，就发现有这个电动玩具，就发现这个呢叫 Embers Airlines 这款玩具呢，电动玩具是大概有500万人下载来玩的。事实上它有很多一系列的，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所以今天第一次上来玩这个电玩串流，那我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玩一玩。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会选这个电玩来跟大家玩来分享，因为第一疫情在家， you know you get the more available time， 所以说我就觉得可以做一点好玩有趣的事情，不然每天听新闻在那边讲什么疫情啊，今天又200多啊，然后15个又走啦什么的，所以听的心情很烦很闷啊。那我想说这个 Embers Airlines可以在这里面一边学。那因为这个电玩有一共6个场景，这6个场景一共有大概有60关，所以刘老师已经破到20几关了。事实上没有很难啊，但是我在一边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每个同学都可以玩呢，因为我觉得他在里面还可以教你有关 airline service 的东西，他也还可以教你遇到一些 turbulence， 还会到最后他还会漂流到，因为遇到飞机失难空难，但是他是一个幸存的组员，所以他又飘到一个荒岛上去。所以我觉得他这整个的 APP 不是一个只是像大家男生玩那种什么枪战啊那种的。并没有。有听到声音吗？应该是。OK。并不是枪战啊很血腥啊那种。我觉得他的 APP 里面有工作，有爱情，有家人。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人性的 APP， 所以今天刘老师跟各位玩，大概我们今天先玩2关。好，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人在下面跟我分享
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个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好玩吗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。哦、Osman 在上面留按一，哎、啊，有没有人按？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这个电玩的？居然蛮有趣的、啊。好，这个 APP 我觉得蛮好，就是可以一边玩一边学，蛮好玩的。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关。这里面还有可以看到很多的同事啊，他们是怎么样彼此很有心机哦，所以我觉得在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跟航空职场其实还蛮有关系，还蛮有关联的啦，但是有些地方有脱离实际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反正因为它是玩具嘛，所以也不用太那么 exactly 这么苛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们的流程。现在在工作台前，不知道今天以棒有没有在线上看我们的线上课程？以棒是跟你以前在机场工作有没有很像？来，以棒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不是你过去的工作？你看，每天站在你的 check-in counter。然后这客人要的是机票，是要登机证。他到登机证来，然后你看，跑到前面等台就是要出境了。他第一任工，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就是要先完成快速的服务。这个做在机场地勤工作来讲，我觉得它是最基本的，就是效率快。如果发现你可以帮他飞机移动的时候，动作都快，客人要快。好，先等一下，好，因为现在人很少，还马上过来让他出去，他说他很快就可以拿到星星。这边有拿到星星跟钻石，钻石就是他后面还有很多像 Amber 他的日记，因为有关这个女主角，他是有很多日记，他到最后会演出，会告诉你说这个 Amber 这个女生，她在机场工作，她为了完成空姐的梦想。在帮客人 check in check out 非常的快，通常都要等一堆人在让他放行，但现在是一个客人就放行一次，实在蛮累的。给他一个登机证，好，客人满意加油，好，三颗星。那第一关哦，第一关他叫我们要抓到老鼠，刚 Amber 有抓到老鼠。一棒，请问一下你在机场有见过老鼠吗？然后这个玩具设计也蛮好玩，他又叫我们要在机场抓老鼠。那你在机场的时候工作有看到老鼠吗？这很写实吗？好，你看组员有组员的生活。好 ，Amber 呢？他在里面还有一些故事在里面。他一个人住在外面，唯一的同伴就是一只鸡。他每天下班啊，就养一些宠物啊，像主人都养宠物啊。
狗啊、猫啊，还养了一条金鱼。好，这里出现 Davy 哦， Davy 是谁？ Davy 在我们后面的第三集、第四集会出现，他是他有可能的男朋友。他因为找到组员的生活之后，他又到了第二关。然后我们要做什么？一样要抓老鼠。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面设计总是要抓很多老鼠。这里面很有趣哦，你看，当地勤人员看到空勤人员的时候，就地勤人常常不知所措。觉得这个还蛮常见的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地勤人员作者哦，他们就好像很羡慕，很希望能够去培养这种风气。就他每次在同家公司里面穿同样的制服，是一群人是空服员，一群人是地勤人员，通常地勤人都觉得好像不知所措，整理一下自己啊，头发啊，形象，然后一群空服员走过来，感觉好像有点像黑社会。好，其中有一个空勤组员跑来跟 Amber 说，应该是 Amber 的好朋友，因为他鼓励他。像在航空业这个环境里面，常常遇到很多同事之间都是感情都蛮好的，空勤跟地勤也有很好的 connection， 然后空勤跟空勤见面，不同的航班有人上班，有人离开，有人出境，有人入境，然后大家都会就是会互相打气。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Happy flight， 或是 Stay， 或是 Be safe。像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，然后空服员大概也没有没有正常的飞行的工作。好，又拿到了金币哦。他问你要不要买东西，这一关第二关好像是要准备要考试，所以 Amber 要准备考试。Auto check-in 完之后，他就马上让他放行，然后他马上准备考试的资料。客人又来了 ，OK check-in。好，还有笑，你看行李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最好玩了。所以你要仔细看哦，蓝色的标哦代表是最轻的公斤行李 ，the luggage check-in。好，一个个放行太累了吧？通常都要等十几二十个客人，一堆客人到了才放心。好，要填表格 ，check in， auto check in 是最好，因为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形的话，现在基本上各大机场应该都有这样服务，不用在那边排长队。现在还有机器人来了，机器人也可以取代，你可以跟他 check in， 可以让你协助。好，还有 boarding pass。后面有好多，有绿色、蓝色、红色，现在只出现绿色的玻璃牙齿。好，还一个绿牙出镜，蛮累的，我客人满意度很高。好，一样的确定性，很忙的，在机场很忙的。你看行李来了，看一下拿红色的标，他的行李最重。好，好一个放行，哇，马上得到两颗星。所以如果你越快让客人放行，不要让他等四个人五个人，但是地勤人就很累了，然后给他表单感谢。好，地勤人满意。好，补充表单，这个表格是出入境表单啊。好，这个是要什么呢？是要行李牌，挂行李牌。休息时间到，有没有服务完呢？放心放心，快走快走啊，第二关没有过，第二关没有过，第二关没有达标，所以只有拿到两颗星，没有拿到钻石。因为钻石越多的话，后面就可以打开他的日记，他日记里面有很多秘密。好，对啊，这一关没有过，考核没有过。那如果在地勤工作的话，这样真的很累吗？哦，客人来一个，你让他放行一次，通常都要等好久才放行吧。
对呀、啊，一棒一间在附近，请有这么累吗？老板都要等多少客人你才要放心？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技巧的，你要得到客人的满意度很高，你要考虑你的工作的贡献。OK， 好，这样 check in 行李，废弃的蓝标贴上去，所以将来在机场工作，地勤也是要做这个事情的，对吧？你到底在机场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忙啊？克星，然后再来用 OK 确定，好，给他表单。好，现在你看一看右上角有一个绿勾勾，绿勾勾就代表这一关其实我已经通过，我已经达到他们要的标准分数。好，放心。好，拿行李来。哎，其实叫做地勤工作，叫我做，我就是觉得我的就这样走路的人，这样看这样子的频率的话，大概应该也不会。空勤现在在飞机上这样子来来回回走了，地勤是整个机场跑，我是真的觉得很辛苦。你来看哦，你来看到、哦、它这里面蛮好玩的哦。就 Amber 除了下班以外，就是说他们要接下来要接受考核，那还没有更衣间呐、换衣间，然后这里面组员会发生一些勾心斗角的事情。那你看那个 Amber 哦，你看这个女生，左边那个女生，左边那个女生哦，她去考试，对，哇，什么乱啊，高跟鞋断的。你看哦，这时候你会怎么样？通常在工作场合当中，你看到你同事受伤，你会怎么样？通常大家会想帮忙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有这个，你要不要？丝袜破了，我的丝袜你要不要？哎，你口红没有补，我的口红要不要？现在疫情都不用补口红，对。好，大家互相都会互相帮忙。当然了，因为在航空公司工作，其实组织和关系，所以疫情也都是非常非常多的，所以大家同职性、同工同酬的人很多啊，所以大家也自然而然会学，会变得就是我你帮的嘛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刚刚 Amber 借了那个女生一双高跟鞋去参加面试，但是她没有回来，她没有回来，她没有还她，怎么办？你看哦，所以有时候在职场上，有时候帮了这个人，结果害了自己。等了等，等了等，等了又等，没回来。哎，刚刚那个女生把她的高跟鞋穿走了。你们在职场上有没有常遇到很多这种，就是你帮了她，但是最后就是你反而你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？常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。我说好吧，没办法，她真的没回来还呢。完了完了，现在该她了，她被叫去什么？刚被叫去考试了，他被叫去考试，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？我往下看下去哦。好，待会那个情节还会后续还会再发生，现在我们要再闯下一关。下一关每个关卡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，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关卡来到了抓老鼠。天哪，我在玩的时候我就是我的眼睛好像都要快要分开来了，因为那个老鼠一下跑这一下跑那边，所以我心里想，天哪，机场有这么多老鼠吗？
但是你让老鼠抓越多，你会得到后面有很多的钻石，它给你钻石越来越多颗。不过这个老鼠还算蛮可爱的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它还会有一只很厉害，会躲在那个玻璃后面，雾雾的，你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但是你还会发现那边，哎，那边也有一两只老鼠可以抓它，蛮好玩的。就是你要很仔细啊，像那个桌角右下角右下角，看看得到两颗钻石。虽然蛮动这个地方手要蛮快，手眼睛也比手快。哒哒，得到三颗钻石。噔噔噔噔，我拿到三颗钻石之后，后面我就可以打开他的日记，因为他的日记里有秘密。想象他现在在飞机上，因为他太想要做空服员了，所以 Amber 他现在这个情况是他在做梦，他在做梦，梦到他在飞机上服务，然后他会怎么跟客人说话。好，继续看下去。啊，他有一次还在梦里面哦，梦里面他就在客舱里面跟客人说话，可以让他服务，然后去大溪地玩，所以他也在想象他要去大溪地玩。可是很奇怪，在飞机上干嘛举手啊？在飞机上的话按服务铃就好啊。好，不过 anyway， 反正玩具吧，反正不要太苛求。不过这个就是要叫他绑那个安全带，刚刚那个。那你是空服人员，你会帮客人绑安全带吗？请在下面回复我，你会帮客人绑安全带吗？对呀，对呀。来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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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！乱流，乱流。有一个客人举手说：“怎么的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飞机上的灯一闪一闪的，乱流乱流。一位客人说：“怎么样，飞机有发生什么事吗？”他说：“一切都 under control。”再一个同事，女同事跑来说：“快快快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惨了吧！然后两个机长在前面还是很帅气的，哇的，那个眼镜不对，那眼镜要把它换成雷朋的。手忙脚乱，完了后面一阵混乱，一阵，赶快，他叫他往左边看，他左边在干嘛？他要干嘛？哎，这个地方很奇怪，这个地方很奇怪。怪啊，后面怎么可能会按，然后氧气电到掉下来？这不是空服员可以做的事。本你有玩具吗？开始降落，开始降落，一定要降到10000英尺以下。原来是做梦，因为他真的太想要当空服员了。啊，原来他在做梦。好，下一次我们会再讲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玩呐。不过下次第三集、第四集会讲到她在航空公司开始交男朋友，找男朋友，还有公司给她一系列的考核。下次考核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了。下次考核就会越来越多，而且她的那工作流程越来越繁复。今天看了两个部分，都是她最简单的工作的内容。我想说下一次第三集第四集我们可以看，因为它整个有60集，它可以，我觉得它这个整个 APP 是非常非常有人性的，它不是只是在玩 excited、不是那种好像让你觉得很激动，但它里面故事里面还有些蛮感人，包括有同事之爱啊、
同事之爱，主管跟同事之间之爱，还有很严厉的讲话很机车的那种主管也有，这个就将来都可能